好，为各位介绍下面这样商品。那我们看一下车型是五代进站。那今天为各位介绍呢，是一组这个碳纤维的 logo 的贴片。啊，这个是正碳纤维，百分之百碳纤维我所制造。然后背面有 3M 的这个双面胶附赠哦，所以呢，只要你清洁干净，撕下背胶就可以直接贴上了。这个是针对于原厂 Cygnus 的造型，然后特别做刀模的开模所制造，然后字体，然后外形，那基本上跟原厂都非常非常的接近，然后当然它也是碳纤维的一个材质，碳纤维的一个材质，外面呢用这个玻璃胶上胶，所以它会有一层这个像玻璃胶的东西在上面，啊，它是凸出来的，还是有还是有一定的厚度在哦，还是有一定的厚度。那大小呢，基本上如果说你今天是全车碳纤维的一个情况之下，那像这位车主啊，当然是从后面哦，然后扶手，然后空滤、传动盖全部都是碳纤维，哦，搭配这个钛合金的商品，然后 TTX 的后避震，那搭配起来非常好看。要花匠其实是要很多的耐心跟心血，慢慢的下去建构这台车。那整体的完成度呢，慢慢的正在提升中。那当然这个车不是说到目前为止，那这位车主呢还是在进化之中，哦，然后碳纤维的这个 logo 贴片，那当然还有其他的颜色，那还有其他的车型哦，那这个欢迎呢到麦克仓库集合精品来做一个选购，或到我们的麦克仓库集合精品的各大的这个拍卖的网站，是基本上呢都可以做一个搜寻哦。那当然像这个 SMAY 啊、GOGORO 啊，哦，或者说其他的多种的这个标虎啊等等的，哦，多种的这个 logo 贴片碳纤维款式，我们都有做一个销售，喜欢朋友参考看看，或到麦克仓库精品来做一个选购，谢谢大家。